其实你不用跟将心吃笔，看来你很崇拜他呀。不是，但人家天赋点就打在这里了。点在哪儿？点在哪儿？啊？瞄一下，五分钟。好。李学，你在干嘛呀？拉车啊。你是牛吗？为什么要拉车？闭嘴！哎哎哎哎！怎么了，李璇？我是不是对你太好了？好像你跟我在一起以后，夫妻就只有一块了。谁说的？真的，真的。过来啊。睡吧。你瞪两眼看着我干嘛？闭眼睡觉。Check it out. Check it out.